美国总统又快要大选了，那么现在呢，回想起四年前的时候呢，整个舆论、社会、文化情况都有点不一样。四年多前，当这个小布什还在任上的时候呢，美国甚至整个英语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讲法，这种讲法是什么呢？就认为美国呢，就是这个世界的新帝国。这种讲法呢，可以说不奇怪，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老早就叫他们美帝国主义。但它奇怪的地方在哪呢？在提出这种新帝国理论主张里面的人呢，他们大部分是认为美国这个帝国是好的，他们认为美国应该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就是个帝国，而且应该要把帝国主义好好的走下去，这样子呢就会对全世界都有好处。那么这种讲法就是很有名的所谓新保守主义的说法，而这新保守主义的说法里面，其中一股健将，一股重要的声音来自历史学界，而历史学界里面主张这种说法最有力的健将，就是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的这本《帝国》，它的作者尼尔·弗格森。身为英国人，但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书的尼尔·弗格森，他回首看看自己的故国，他觉得大英帝国干得不错。再看看他现在住的国家美国，他觉得美国还不够好。为什么不够好？就是对于帝国的责任的承担还不够。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啊，就是这个部分使得很多国内的读者学者觉得耳目一新，因为过去我们对于帝国的历史都是相当负面，但是没想到还能够谈出一些正面的东西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啊，他讲大英帝国的崩溃。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都过去以后还会讲到，现在不多说。他这里面说到啊，他讲大英帝国的崩溃就在二战之后，可是他还要帮大英帝国说话。他说大英帝国真正伟大、真正高贵之处在于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获得了胜利。最后为了阻止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建立他们的帝国，英国人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帝国。难道这样的牺牲还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国的其他罪恶吗？是不是足以洗清罪恶呢？我们明天还会跟大家讲。但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他就说到为什么他认为英国这个帝国给世界各地带来了好处，甚至因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世界，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讲的，其实是由英帝国创造的。比方说就讲印度吧，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精英学校、大学、文员机构、军队、新闻机构、议会制度，无不带有清晰可辨的英国模式。更重要的是，英语本身也许是英国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出口。今天有 3.5 亿人以英语为母语，有 4.5 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地球上每7个人就有一个人会说英语。而且大英帝国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为全球现代化通信网络的发展投入了巨额资本。比如说当时全球各地的这种海底电缆是英帝国在铺设的，那是为了维持它的各个殖民地跟帝国的这个统治的有效。那么总体上它维持了空前绝后的全球和平，在广大地区实行跟传播法治。如果你要说它糟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是取代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德国跟日本帝国，你想想看那情况会有多糟呢？也就是说英帝国纵然可恶，但比别的帝国要好多了。而且呢他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还出现刚刚讲那么多好处。他还继续接着说，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如果没有英帝国，肯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我们相信的东西，也正是让中国经济得以崛起的重要的依据。如果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就放弃掉它的殖民地，那么这些市场的关税势必提高，就大搞保护主义。你比如说他就讲到美国印度独立之后都采取高度保护主义政策，对不对？那么引致了曾经一度的各种的经济危机。
然后呢，他就说到，如果没有大英帝国，1914年以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全球收入差距的缩小。那么当然了，你可以说，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好像很多地方经济情况都还是很不好啊。然后弗格森又辩称，20世纪90年代的跨境资本流动比起19世纪90年代规模的确更大，但事实上当今许多海外投资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彼此之间。96年只有 28% 的境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在1913年该比例是 63%。 也就是说，大英帝国控制这个世界的期间呢，有大量的资金是流进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促使他们的经济成长，也促使很多移民流向这些地方。比如说大量的华人移民流向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的经济成长。那为什么资金跟人员都愿意往这些发展中国家流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都不会再去发展中或者甚至是未开发地区呢？那是因为当时英国控制的地方保证了一个政治跟法治的稳定与和平。那么现在你叫美国人移民到伊拉克试试看，移民到阿富汗试试看，他们不愿意。但是以前英国人却很愿意去那里冒险投资，那是因为有一个帝国在这里。好，这么说下来，你慢慢就能够发现为什么他会认为今天的美国有问题了。他说啊，自从1913年威尔逊插手帮助墨西哥民选政府重新执政开始，美国行动模式就已经定格，往往是打一步前进一步，举行选举迅速撤退，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海地就是最近一个例子，科索沃是另一个，阿富汗跟伊拉克很可能是将来的情况。那么他说，美国不管他承认与否，都已经承担了一些所谓的全球责任。他认为自己不仅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发起战争，而且有责任向海外传播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好处，如同过去的大英帝国一样，不厌其烦地以自由的名义行动。但是这个帝国缺乏向落后地区输出资金、人口和文化的动力，尽管这些地区迫切需要这些，而且一旦他们的需求被忽视，像中东地区，他们将成为危及该帝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总而言之，美国是个不敢称自己为帝国的国家，这是个抗拒的帝国。那么这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对美国的判断。那他对美国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继承我们大英帝国吧。但是大英帝国的遗产是不是真的像尼尔·弗格森所说的这样的一片美好、光明灿烂？自由贸易也好，民主精神也好，这些东西也许大家都不会太过反对。当然今天我们还会有很多人认为它都带来很多很多问题跟后遗症，那么这些恐怕就不在弗格森这本书的视野之内了。我们明天才给大家讲讲看英帝国的另一面。